这一念断处就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。说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所以说用这个法来补救禅宗的不足吧，因为自己不行了嘛，岂不是疫情吗？靠他念咯，就靠佛菩萨加持之念咯，啊，是灭法他就靠加持之念。这个加什么加持呢？一个就是灭咒，一个就是守业。灭咒是佛和菩萨在禅定中将自己的心画的符号，等于我们打电报用的灭电码是电码，我们这个破电报把灭电码打过去，对方就能收到。这个收音相当于什么呢？收音，收音相当于现在电视机上的天线，可以沟通我们的心和佛菩萨的心，可以打通，把这个我们念的咒传送过去，所以佛就传送过来加持我的力量，所以加持力量很强，所以这个法加持力强。所以这个密咒是一切佛心中心，就诸佛共同的心，加持力量更大啊。所以有手印的传套沟通我们和佛的心联系起来，所以这个法的力量是比较大，修这个法见性比较快容易。所以修佛法有各自各时代各时代的这个不同的因缘，就是普贤菩萨观察因缘，看看现在的时代，说这个心中心法可以出世大红了，所以叫我们师公你好好的修，修成功下山广传大众。因为这个法在日本和西藏不请传，所以很秘密，知道人很少，在我们师公出世之后再广传。其实我们中国的法都有啊，并不缺少啊，因为那些皇帝阻挠，哎，把它取消了，它反而失传了，是吧？就像我们现在传这个禅宗，这禅宗在我们佛教的将来，四大宗宗中是最好，哎，最快最圆的宗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啦，又更加差，是吧？它反而像西藏去学他们的念法，这真的冤在枉哎！为什么？禅宗是灭法的最高深部门，西藏的大宝法王就是悟道的大宝法王，他说汉地有高深的灭法，汉地有大圆满灭法，那小喇嘛不知道，汉地有什么灭法？汉地的灭法就是禅啊，禅宗是最高深的灭法。他说的话一点不假，十分正确。因为灭宗最高深的法，譬如白教是大手印，红教是大圆满，红教大圆满和白教的大手印讲到后面用功的方法成道的正量
和禅宗一样毫无二致，所以说禅的确是最高深的灭法。但是在西藏，西藏人根基差，一下手不能修这个法，所以西藏要分九层次去修，就是外三层、内三层、密三层的修。所以外三层者就是先修邪教的经文，小乘的、中乘的、大乘的经文都研究透彻，等到你入这个肉质先摸清爽，然后再进行实修，叫内三乘是实际的修法。哎，他修什么？先修事业部，就先怎么样消障，怎么样除灾，怎么样治病，还怎么样发财。是啊，这个没发现事业财政法，所以很多华侨修灭法了，总是问：“哎，教我一个财政法吧，让我可先发点财啊！”哎，为什么不发你们叫发财呢？因为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啊，因为佛经里有啊，先欲购妾，后面个福字。先欲是满足你的欲望嘛，欲勾牵引你进门啊，把你引进门。哦，佛法是这么好啊，真好啊，我要发财就发财了嘛。哦，你想那普门品也有吧？你要发财的，我给你发财；你要生男孩子，我给男孩子；你要生女孩子，我给生女孩子。我们的六十牛尼观王府也曾发十二个大愿，也有你要升官的我给你升官，你要发财我给你发财，是吧？也有吗？同样的是先于欲购妾，贺你的福字，因为你进门之后你知道，哦，这个是观世菩萨慈悲赐给我的，这是六十牛尼观王府赐给我的，我不能忘本，我时时刻刻自念我的佛菩萨，做善事就把你引进门修法了，哎，把你引进门做佛子了，正道了，所以这是佛的慈悲，所以有。哎，但是西藏人他一定心要有这里观什么呢？他得一点感应引起他的信仰，哎，没有感应他不相信，所以藏人很执着，哎，文化水平很低，哎，他不理解，他要事上来感应，所以他先要修这些法，因此引起我们汉地大善知识的误会，说这个灭法是鬼神法。是啊，就你弘一大师也说过，是这个灭种不好啊，智慧生法。后来他看见灭种的全文啊，以后怎么修法，怎么正果啊？他看到，哎呀，这个灭法是完满无缺，由浅到深，由小至大，一步一步的正圣灭走到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他就写一篇忏悔文，所以现在的忏悔文还在，所以就是叫大家不懂灭法，就不要妄下批评，以免遭罪。是啊，因为一开始这个西藏人都是修这些事业部嘛，事业部修完才能修升起次第，升起次第是观想成就，观想我自己是什么本灯，是发什么放什么光，哎，观想我的气，观想我的脉，观想我的明点啊，引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气脉明点的向上，把你的心摄心引你入定啊，这个分析时机观成功了相，再把它化掉，再进而修圆满之地，
圆满之地就是把升起世界的这个相化光，因为我们的佛性是无相可见的，一物不立，一法不生嘛，所以一样都没有啊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嘛，这个有相就不是东西，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相东西都是假的，金刚经又说，以色相见我，以应身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你要着相啊，看见了，那是你着就坏了，见不到本性了。为什么？报身佛、化身佛不是真佛。你报身佛就是32相八十种随心好，是吧？化身佛像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，报身佛像卢舍那佛，这不是真佛，是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在，所以有相都不是。法身佛是真佛，法身佛不说法，法身佛无相。你要成道，一定要证到法身，叫法报化三身，要完具，要三身四智啊！你不证法身，怎么成道呢？你着相怎么见到法身呢？法身是根本啊，报化身不是根本啊，是吧？所以要证到法身，所以这个相都要化掉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譬如身上生很多疮，用药来医。医了把它聚成一个，其他都好了，那么这个还是疮啊，这个还是毒啊，这个还消得才好啊，是吧？所以有相都不是，一定要一切相都消了化了亡。所以我们做功夫，不管你是念佛参禅修密法，到最后都是忽然之间大爆炸啊，根尘脱落，人如霜亡，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像观世音菩萨修到最后生灭灭已，尽灭现前，生灭就是一切有相，一切思想念头都是有生有灭，就这些东西都消亡了，所谓是大地平成，虚空昏睡，问无界相，一切都没有啊，那我们的本性才能真正现出来。不到这个地步，你的本性现不出，都被相所遮盖住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着相，就是我们念佛时、参禅时，一定不要有动什么，别的思想，我赶快入定啊，赶快开悟啊，赶快见佛啊，都没有，这是妄想。就是我们见佛了，不执着，一执着会成魔的。我们上海有一位修行人，很用功，很刻苦，修到看见佛在面前立住，心里非常欢喜，边上还天女散花，好看，非常开心。但他也动了念头，他说听说有的是不是真佛现前，是魔王变的，我怎么分别他是真佛假佛呢？他就不敢听了。后时候等他的师父来了，他就问他的师父，他说我打坐之中看见佛像现前，看见天女散花真好看，但是我不能分辨它真佛假佛，请你告诉我这个辨别法。好，我告诉你方法，念念嗡阿哄，嗡阿哄，这三个字念出就很有力量，红光、白光、蓝光，打住他，他是假佛，他就站不住，他就逃走，他就变形，真佛他就能够不动。
哦，谢谢师父告诉我这个好办法。哦，他开心，回家用功去打坐。哎，又看见佛像了，又看见天竺散花了，哦，开心了。现在我有办法，示意你辨别你是真木假佛了。我来念，嗡啊哄，嗡啊哄，嗡啊哄，念了几十声也不动。哦，大开心，大开心，这是真佛啊！哎呀，我好佛气啊，真佛现前呐、啊，还天竺散花跳舞给我看，这个我的功夫真不错啊。且慢，开心，一个月不到发神经病了。为什么？那个佛不是真佛了？哎呀，须门大哥獠牙，青面獠牙抓他了，吓死了，一下魂飞天外，发神经病了。所以这个静定当中尽一切相，赶快不要执着。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很好啊，叫佛来佛宰，魔来魔宰，都不得啊。楞严经告诉我们五十种淫魔，五十种就是我们十受想行识五蕴，每一蕴有十种淫魔，这都是看起来都是神通啊，这五十种在现在看来都是神通啊。怎么说淫魔呢？就是你不能住相，你不能执着，一住相就变了周边你自己妙性光明的障碍了，这阴魔，魔是魔障，障碍你了。阴是阴蔽，阴蔽你的光明，你现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点不能住相，不问你修什么宗啊，都是如此。所以那个师父他教他念嗡阿哄辨别这法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住相了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不应该住相。所以灭法它分成几步走，修到瑞善称，就是四一步之后就是圣其次第，圣其次次第之后就是圆满次第，圆满次第再犯三乘，就是大圆满相应。第二种就是无上圆满相应，第三种是无比圆满相应，层次一过一告啊，就是证到最后，他说即证成佛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功夫不是一步登天能做到啊！所以西藏人说起来就要几十年的修法。我们现在学这个心中心密法，所以最后的无比圆满相应。所以一下子在西藏不能传承，一定要你从四假心开始，磕大头，你白智明，白智明就是金刚心菩萨的一个比咒，是小障碍啊。共住三十共，共曼达，念四皈依，走一个十万，一个十万，四个十万加起来有十多年，所以在外面兜圈子走弯路啊。我们的心中心法呢，不然它是属于禅灭，以禅宗为体，就是自下进心的。只是我们尽兴明心尽兴这一关呢、大家都以为很难，哎呦，这个是圣人的事吧，佛菩萨的事吧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吧。其实会出意了，我们人人能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无漏之性，都和佛一样的无漏之性，不缺少一点点，就再生不增，再繁不减嘛，不少嘛。就是我们被我们的妄心追着外境而隐蔽，不知道了啊。这经过指点，就可以当下见到。不然，因为他在我闭门放光吗？他不离开我们吗？就是我们不知道啊。像我们常常举的例子，黄山谷。那么大家知道是文采文学家，字也写得很好，和苏东坡齐名的，对吧？他那时候他的师父是慧堂老师，
就穿一个话头。你穿一个话头啊，穿什么？穿你们孔老夫子说的话。哎，他们是俗人吗？孔老夫子说，二三子，一无有因乎？无无因乎而？二三子就是你们这些学生啊，因为我孔老夫子对你们讲法还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吗？传道啊，孔老夫子也是传道啊，是传道授益啊，所以是还隐藏吗？无隐乎而我和你们都开诚布公，活佛陀陀出通通讲了，一点隐藏都没有哦。哎，不像大武说的，大武说的老师对教徒去才保留一手的。为什么保留一手？他完全传给你的徒弟大师不行了，徒弟还最后一手保留的哦，所以要保留一手。而是我们传道是没有这样说，哎，是自己开始啊，所以无因乎而儒教就传道嘛，儒道是吧？那么黄山公可以我传吗？这个我都懂啊，我讲给你听好了，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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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老师全盘否定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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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对，都不对，都不对。黄山公听到一件，心里有一点毛火了，不耐烦了。孔老夫子讲的话我不懂，还是你和尚懂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就回家了，不听了。他回家去了，回家走了半路上想想，哎，这个慧堂老师啊是大善知识，五百人的善知识，就他手下有五百个和尚随着他参禅练功，就五百个学生，他不会的欺骗我耍弄我吧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他参参了两年多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一天到了八月中秋过后，这天和他老师去游山，游山的时候一阵风吹了一阵桂花香，黄山谷脱口而出，好一阵木樨香啊，好一阵木樨，木樨就是桂花，这多香啊。他师父应急一点，无无因乎而，我没有隐藏。哦，他一下大悟，是的呀，这个能文能见之水呀，是没有隐藏啊，是在我给你们放光吗？是吧？一点没隐藏吗？现在我不知道了，所以大家都用追逐外境啊，贪嗔痴慢疑之故，把自己的本性光明盖起来不见了。阿弥陀佛，其实我们啊，我们啊本心时时放光，所以我们能时时见到。怎么见到？就见相。我们都看见相吗？山水大地桌子草草木丛林啊，男女老少饮食起居等等等等的相，时时都能见。其实见相就是见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相是心所显现变化的，离开我们的佛性就没有这一相。譬如这个大殿要造，是不是先要打个图样啊？打图样是设计构思啊，搞什么样子啊？怎么能够动脑筋啊？这不是佛性的功能吗？佛性功能画出来，工匠再依照这个图样把大殿造好，大殿造好之后，这个大殿不就是我们的佛性所变化出来的吗？这个大殿就不是佛性了吗？所以我见了大殿你就见性了。所以我们时时能见性，所以肉眼能见性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明镜见难，时时能见，只要你不着相啊，只要你透过这个相，哦，这是我的性所变现的影子，我不要执着，我是见性，这是我的妙心。好，
你不时时就进心了吗？你时时的进心，不要坐相，保护你的心体，你就能成大道了。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都能够马上成大道啊！之后大家都圆证大道。因为我们很难得在听到元音老人一番精辟的开始，可这种说法开始与过去的不大同，真正是下凡苦功劳，是我们内心里面所发挥的智慧。我们今天实在也很快，好像大家一把不能在身体身体发言，我们希望能下次马居士没有不到我以前没有机会的情况开始。今天我们请了观世音菩萨的成道，是明显我把它进行来做的。我们凭两句话，因以居士在人都在行居士之身而说法，因以长者来生说法在行长者而说法。老居士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不敢当，居士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希望我们云南夫人就不开始几句，好久没听到反应。跟他说我休息不讲，时间到了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既然来了，我还讲两句话。上台了。真是了不起。刚才师父说真是老居士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以各种不同的应该怎么现身就现身。本来我个人常常以老自居，今天看着老居士这样耳聪目明，那么使我感觉我真是后学，同时呢我非常的也受到鼓励。那么我希望我将来到老居士这种年龄还是这么声音洪亮，法性庄严。所以今天我向老居士不要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，不要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大家不是有观音，我们放生老居士。上元下英老人，名李中鼎，公元1905年，逝生于安徽合肥李家。
2000年农历正月初一弥勒圣诞日，于谈笑间作托力王，随缘逝寂于上海，享年96岁。舍报后数日，红光满面，栩栩如生，室内异香扑鼻。4月6日，在普陀山观音道场举行涂皮仪式，祥云瑞光，瑞相昭然。涂皮后，或舍利无数，各方引景，造塔供奉。老人年轻时因痛感人生如朝露和世人之悲苦，发心学佛，不是昏学，气血明理，精研精藏。后来师从吴相密心中心法二祖王香禄上师学修心力，融通禅境，彻悟佛法心要，得大成就。老人于1958年受阿舍离灌顶位，后人尊称为心密三祖。老人为少龙佛种，陶冶龙象，大悲心切。根据《大正心修大藏经》密部经典《佛心精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》二卷，唐菩提留志译，出尔广弘，心中心法。开法简练易学，既不用修家行和前行，也不需观想或观相。依仗佛的密咒和手印的磁力加持，能迅速消障开慧，圆证菩提，也可借第四印之功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还可以随愿往生诸方国土。它是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，融禅净密为一炉，是和末法时代众生了生脱死的最当机大法，有志者当求而修之。老人外现居士身，内密菩萨行，道风高峻而平实，一生严以律己，言传身教，谦逊恭下，生活简朴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为佛宣化，传佛心印，兢兢业业，竭尽己力，功德巍巍，人天供养，足迹几乎走遍全国各地，还应美国同仁的邀请，不顾92岁高龄，远涉大洋，赴美国各地讲经说法，学法弟子遍及海内外，学人经老人悉心指授修法，得心要而明心见性者不计其数。老人曾应诸方邀请，开讲《首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《心经》《弥陀经》等重要经典，在上海寓所和诸多地方对学法弟子做精辟的开示和讲座，著述有《佛法修正心要》《恒河大手印》《心经绝景》《中有成就秘诀》《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》等重要文集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和录像资料。老人讲经说法广引博征，应机施教，生动活泼，圆融无碍，无不从自性三昧中流出，令学人听来如饮甘露，如沐春风，幡然醒悟。为了使广大修行者和后人能够亲耳聆听老人的开示，从而误入达摩西来拈花印信的宗旨，经由门下弟子尽力多方搜罗，将老人所讲的录音资料和录像资料记录成 VCD 激光影碟一套，并合成字幕，架名《拈花录》。在文字整理过程中，采取了严谨态度，保留了原来的口语风格，力求正确完整。其中采用了4种标点符号，分别是书引号，用于经书著作的名称。小括号，用于补充文字顺畅文意；中括号，
用于个别方言的诠释，星号用于无法听信的内容或个别人名，问法者讲话字幕用不同颜色以表区别。由于较多音响资料录音效果较差，更由于记录整理者水平有限，错漏之处难以幸免，望诸方仁者明鉴指正。总而言之，老人灌顶传法四十余年，说禅说密，苦口婆心。拈花录收集的资料虽然很有限，但代代处处流露出老人慈悲恳切的作风和广利友情的悲愿。老人家或直指人心，和盘托出，言下指挥，或循循善诱，触类旁通，令礼物事修融入不二，或痛惜流弊，反复叮咛，破邪显正。故希望得借拈花录的同仁能升起稀有难得之想，反复观摩，举一反三，必有当机之处。同时当时这一切无非是应病欲药，善巧方便，故于反复观摩之际，切记勿止文字，僭越妄止，不落言权。与老人言下得各入处，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精勤除习，大机大用，得大自在，方不负老人的一番苦心，也是记录整理者所至导也。记录整理者河南，公元2003年，国历2547年5月。苍呀苍，我该在那忙。